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已知坐标平面上有三个点啊，10、32跟04，他要你求第一小题，三角形 ABC 面积。好，那我们就用那个，平面上呢多边形的面积公式，1/2，那我这样绕，这样绕出来一定是正的。10、32、04，重复一次10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1/2哈，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这个是2哈，加上这个是12，啊加零，啊减掉多少呢？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4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14减4就是10，所以这是等于，那这个式哦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1/2哈 ，AB cross AC 的，啊取绝对值。哦，这个呢是什么呢？是这个章程的那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嘛，它再除以2，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平行四边形面积哈。就这两个向量章程平行四边形面积，它也是等于呢这个向量跟这个向量构成的类似，它取绝对值。好，这是第一小题。那我们看呢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它是说这种集合，这种集合哈，这种集合是由什么？由 P 点所组成的。这个 P 点是满足这个向量方程式，等于 SAB 加上多少 ？Y 这个 AC 呢？然后呢，其中哈，这个X 哈是介于2跟0之间，Y 是介于负一，跟这个2之间的 ，Y 小于等于2之间。好，那我们看哈，种那个 AP 的话哈，是这种形式的，这 P 在这里，那 P 的话哈，然后给它什么呢？用呢这个 AP 哈，用 AC 跟 AB 张开。那用 AB 跟 AC 张开的话，哈，上呢这个向量哈，可以写成多少呢？写成哈，这个，等于这个向量哈，这个就是 XAB， 好，然后呢再来哈，就是做这个平行线过来，这个就多少呢？这个就是 XAB 啊，然后呢？通过这一点做这个平行线过来，这个就是那个 Y 哈 ，AC 啊，我觉得 AB 呢是等于这个向量加这个向量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 X 介于哪里呢？介于这个0哈到2之间啊。那你我现在把这个什么呢？把这个Y 固定，那把 Y 固定的话哈，然后开始移动 X 的话。就要慢慢画，慢慢画，画出来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哈，这个是等于呢两倍的，好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把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就是这个东西固定的哈，哦，这个大小固定，然后我移动什么呢？移动这个 X 的话，那画出来就是一条直线，哪一条呢？就这一条，好，然后我这直线这样。慢慢画，慢慢画，然后从哪里画到哪里？从负一哈画到什么呢？画到2，从负一画到2，也就是说哈，它画出来面积哈，从这里开始画，往这样画，它是画到两倍嘛哈，往这样画，我就是说你把，你就 X 哈从零呢画到2，画出一条线来，啊这 Y 的话呢是从负一。画到2，哦，两倍的话可能在这里，所以画出来的面积哈是这样的一个平行四边形面积啊。这个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话哈，这个 X 哈
是 AB 的这个两倍的。哦，啊，这个的话呢是吧，是三倍，从负一到二，这是三倍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个面积有没有 ？S 这个面积哈，这个上等啊，这是从零哈到二，这是两倍的，两倍的哈 ，AB。啊 ，cos 多少呢 ？cos 三倍的是吧？哦，从负一到二嘛，就三倍 AC 啊，这样子，啊，取决在此，所以是六倍的哈。AB cos 等于 AC 啊，那 AB cos AC 等于多少 ？AB cos AC 就这个了，哦，就这个，二乘过来是十，六乘以十，所以等于多少？等于六十，所以答案是六十。哦，第二小题答案是六十。